所以大家子跟我们讲说，天与火同人，君子以列足辨物。所以呢，为什么叫同人卦？这个呢，就是另外一种的讲法了。因为易经啊，它的巧妙就是说，它的立名绝对有它的一个根基。所以它不是随便说我画一个卦，然后呢就把它随便立个名，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看，它是以它的一个性情呢来立名的。因为它什么？看到天的时候呢，就天永远都是在上面呢。火在燃烧的时候，它的火的性也是永远都是往上的啦，水的性是往下的嘛。所以你看，天跟水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叫做天水为形啊。可是天跟火它就可以融洽了，为什么？天也在上面，火也是往上升的啦。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同人。所以呢，性相怎样相同者，同人也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说我们君子以列直辨物啊，所以他叫我们怎么样审查分辨人事物的一个不同处，而怎样导致其同也呀。所以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要同人，不是怎样什么人都好呢，也不什也不是什么都好呢，不是这样子呢，你一定要去好好分辨出来。所以才跟我们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水流失火就燥，圣人作而万物堵啊。所以跟我们讲说，我们要达到同人的时候，也要真正的来怎么样列直辨物啊。所以就是怎么样荒与律俱物以群分呐、啊。所以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渡人的时候，也不要真正的把我们道降得太低了。只要来你来求道，什么时候 OK？ 也不要办到这样子嘛，因为我们要达到大同世界，这种理想啊，不是每个人真正的可以来怎样来接受的，也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保护之心，所以我们要求的、要找的就是有心人，所以有心人呢，就是真正的有根基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些呢，怎样？这方面的人呢，要赶快，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分辨一下，什么人，什么事，什么物呢？这样子把它怎样稍微规划一下，所以叫荒与列俱，物与群分，这样子才可以达到一个圆融的，他说同人呢会任意合同也呀、要荒与列俱，物群分，此理之自然，事之自应也，前者其见。离招其名也，所以君子之道于时皆显，使同人之大用，而欲始于亲亲，故近者先从，言者亦顺，贤者先统，愚者亦定，是列之为化，而辨之为静也呀。所以大同人卦的一个什么，它的大概大象子跟我们讲，真的我们也要稍微的一个什么挑选一下，虽然是要一视同仁，可是呢，如果真的差得太多的话，我们也不要勉强，所以我们真正的要像贵单位一样，在渡人的时候，他真正的要来求道的时候，还要邀请他清口一天，还是清口三天，哇，这个是最好渡人的方法了，也不要说乱渡乱谈。然后呢，把我们道的一个尊贵性呢，这样子呢，把它办得怎样不是理想，这样就没办法达到列祖辩悟了哈。好，请各位浅显呢，我们来看第一爻，同人卦呢，整个卦其实都很好，可是呢，唯有第二爻啊，以圣人的眼光来讲说不好了，以凡夫的眼光说还好，为什么讲？因为它代表什么？同人与宗啊，宗就是宗族啊，也意思说我只要顾我的家庭就好，我不要管他什么，不要管别人的事情啊，所以家庭来讲，这个是好父亲，因为他天天在家，可是以圣人来讲，你今天是要达到大同世界呢，可是你只是顾着一个小爱而已啊，没有办法达到世界大同啊，这样。以圣人来讲，这个是最不好的，所以你看他是因机因位得其正位中正之位，对，可是他是家庭好，可是呢对整个的社会国家不好，就这样来论断，其他的爻都很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爻，
尤其第一爻呢是它最重要的一环，因为你要达到世界大同，光说不练都是一个假象，所以圣人告诫我们，第一爻你就要赶快同人于门了，哎，所以呢无咎，出门同人，入随咎也呀，好，所以呢同人于门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哎背弃了家门，还有路人相同，人即不思其家人，视路人为怎么样，如同家人一般，还有什么呀，天下还有为祸于他的人吗，啊、哦、所以呢他已经什么出门了，要赶快去帮忙什么大物，哎，要去大帮出道了，要达到大同世界了，这里还没有达到大同世界哦，只是他有这种理想，有这种抱负，他真正的清醒，这样清明其境的要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就好像哎各位的您，哇，你踏出来大帮出道了，哎，你怎样，哎，就出来怎样道中来清火如是，哎，而我们呢踏出了成功第一步，到国外去开荒播种了，哎，这个都是同人于门最好的一个写照啊，啊，所以呢真的有时候家里把它顾好，哎，可是该放下的时候还是把它放下来，这个很重要的，哎，因为呢要把怎样，哎，稍微放习惯一点点，不然呢，哈，我们人都有生老病死，今天你有修道也会生老病死嘛，到最后还是要死掉嘛，有修道也是一样，最后还是要死掉嘛，好啊，如果哎夫妻的感情太好的话，哈，哎，要归空的时候，男女难死，啊，那麻烦了，哎，所以啊，我们修道人真的要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哎，无有眼见忧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平常你该放下的时候就赶快把它放下，哦啊，所以呢那种心是要怎样延续着，对，可是呢清醒当中尽量可以一直慢慢的把它放下来，因为你把这个心情慢慢的放下来之后，你才有办法踏出去啊，哎，踏出去才没有挂碍啊，像后腿那边有一个道心就是这样子啊，有一次跟我们点燃寺去到越南，本来计划一个月的，哎，啊，结果人出去了，太太在家里，经过一个礼拜，结果怎样？天天想念先生啊，哎，啊，也不知道怎么样，啊，也没有生病，啊，结果怎样？吃不下，反正三餐什么都没有胃口，哎，啊，只是担心他先生在外面，啊，结果真的忘不下了，哎，然后忘不下什么，就打电话去，打电话去呢，先生听到他的口气又不太一样了，哎，结果问他说怎么样了？哎，他又讲不出来，反正没事啊，你就不要管我了。哎，先生哈，哦，哎，还没有两个礼拜，先生觉得不对，就跟点燃寺报备说，点燃寺慈悲，我哈，哦，胃部很不舒服，我要赶快回去了。然后赶快回来，他的先哎太太的病就好了，哎，就这样。哎啊，所以或者最近大家真的呢，有时候要赶快把它稍微放下，啊。哎哎啊，刚开始不要太久。哦，可能是一天哈，啊，哦，两天，然后好，太太，我要去过一个礼拜，哎，慢慢延长，哎，延长到一个月，哎，这样呢，他可能慢慢来可能接受，到最后百岁之后，大家走得很安然呐，啊，因为怎么样，放下的非常的彻底的嘛，不是有一首歌吗？哎，台语的啊，哦，他说他的意思说，老的时候，哎，我愿意你先，哎，先比我走了，哦，哎，给熬了，有没有？哎啊，因为我怕你看到为我痛苦啦，所以我希望我为你痛苦，你先走好了啦。听起来好像怪怪的哈，哦。哎啊，所以呢，他也说，哎，怕你哎为我伤心啦，所以呢，我就让你先走好了啦，好，哦，啊，所以这个就是怎样，真的要好好的放下。他说，同人呢始动也啊，同人的时候达到这种寂静的时候，准备要动了。所以同人以动成用，寂曰同人。必有余也呀，啊，由近然后导致一个远方，由亲内而怎么样疏远，还我人类皆可与也呀，啊，则自从最亲近的啊最接近的人呢来开始啊，所以呢是家门，这个门呢就是家门的意思了，门者出入之地也呀，啊，是出呢必由这个门户，所以呢今已出行了，故称门不曰家。所以家人也，家人有内跟外，由内及外啊，皆同于门也呀，啊。所以以会聚而起行之所也，
啊啊，所以他都跟我们讲说这个门户的重要性。所以第一啊，他也跟我们在讲什么自信的一个什么门户。啊，按以实地来讲，就跟后学讲的一样，哎，真的要稍微慢慢的把心情稍微的一个放下了，啊，然后常常这样出我们，哎，常常来入道，那、啊、来道中入班，啊，所以不要说啊没啊怎样，每天都在待在家里呀、啊，哦啊这样子呢也不太理想，最好是全家人通通把他带出来，这样是最理想的了，哈、啊。他说门是家是于外界的一道什么哎关口，门内是为师的，门外是为公的，哎，所以我们随时济公是这老大人，所以就要常常出这个门，出这个门做什么？讲经说法，代天宣化布天之的，出这个门做什么？去成全人家，出这个门来入班，出这个门来怎样度众，哎，来做一些公事，这样何乐不为呢？哎，啊，阿叔嘞，出门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啊，为什么不称这个家呢？哎，他说是从和乐的家庭做起，好、啊，所以他讲得清楚哦，是从和乐的家庭做起，因为我你一定做的那修身修得很好了，代表说你出去哪里，你的家人都很放心，因为他肯定你的为人，你绝对不会去哎这样很奇怪的地方，也不会去招惹是是非非的。好啊，所以呢，你已经把自己呢修养得很好了，所以家庭已经很圆融的。然后呢，真正的你一直的什么往外跑，哎，太太都不会什么有恶心的，也不会升起什么疑心疑问的，都不会了。啊，这样慢慢导致一个整个国家的一个治病，啊，然后达到一个平天下。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孔子公门告诫的啊，八条目。啊，所以也是孔子告诫我们，大同世界理想就是要从这样一步一脚印做起来，啊，然后呢，哎，什么同仁一门，这个门就是有不二法门，这个一个什么，哎，我们道中的一个心法，也叫我们要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的，啊啊，所以啊，我们来讲一个啊，郭明一点禅师啊，哎，他在有一次说到我们，哎。就是我们的一个单位啊，新义组呢，我们另外一个单位是什么啊？纯阳圣堂。然后他说要去那边成全的时候呢，私底下我们一贯道总会啊，目前呢本来是王全仁所在做这个啊理事长，啊现在呢啊王全仁啊身体不适啊，然后就交办给副全仁啊李玉志呢李副全仁啊。啊、哦，所以他来当啊，我们一贯道总会的理事长，啊、哦、啊，所以当场呢，就理事长呢就叫招待他，然后就跟他讲一个啊、哦，他碰到的一个什么真实的故事，啊、哦、啊，他说他在那个泰国办道的时候啊，有一个道亲呐、啊，哦，就跟他报备说要来设佛塔，啊、哦，然后就很高兴，哇，道亲就忙起来了，哦、啊，也是很巧妙。哦，之前呢就送了一尊弥勒佛过去了，啊，这个啊那个坛主呢，他要刚设坛的时候，哎，就很高兴要布置他的整个家庭啊，哦，啊隔壁呢就住了一个禅宗的一个什么禅师，而且的地位很高，啊就跟他很合得来，天天在那里论道就对了，可是不同怎么宗教，可是理想还是一样的，还是论得来的。好啊，这个人据说已经练到他身通的了，禅宗的了，啊啊，然后有刚好那一天呢，就过来他们这边哎做客人，啊，他那个坛主刚好请那个弥勒祖师哦，要去归位患者，啊，请他的时候呢，哎，这个禅宗的就在哪里看，哎，对，你报那个什么，哎，这个是哪位什么祖师啊？他是弥勒祖师啊。哦，因为泰国人很少看到的弥勒祖师的真相，他说他还会笑嘞，还会讲话嘞，因为他心通，他就看得到这个禅宗的人，哎，啊，他说哎，你看到什么了？哎，啊，你听到什么了？哎，我看到他对我笑一笑，哎，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懂，就这样子就对了，哦，啊，他说怎么有这一尊啊？啊，他说明天有台湾的前显要来这里啊，明天我们要开坛呐、啊。好、哦、啊，我也顺便跟你讲，我们要开展要办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你一起来。你的境界这么高了，
所以你想必呀、啊，你来求道是真的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呀、啊。哎，他说对不起，我是禅宗的高僧啊，我的地位也是很高啊。哎啊，你不要害我，哦、阿弥陀佛，哦、啊，所以他就不接受。可是他看到弥勒只是这样闲话给他，他就很好奇，哎，他也想来看一看，就是什么道。啊，然后第二天，哇，点完就到了嘛，哈，你御师前人、成务前人他们就到了。哎，他在办道的时候呢，哎，就怎样，一直呢，这个禅宗的禅师哈、哦，就很早就到了，在楼下等待了。哎，他在那等待的时候，就招呼在他在那里坐，哦，就大家一直聊，一直要把他成全起来。哎，啊，可是他说对不起。哎，我是高僧啊，我地位很高啊，如果我背叛了我的宗教啊，这个啊怎样哦，这个罪可大了，嘿啊，所以请他们不要害他。哎呀，对，最后还是没办法，然后呢他说哇、哦、时间到了，过后的人都过好了，然后就上去办道了，然后就请他在楼下稍坐啊、哦、因为没有求道就不能进去嘛哈、哦、啊，大家都上楼去开坛了啊，阿南就赶快办一办，啊，那个啊，礼物前人呢，办好的时候呢，就，哎，要赶快下来招待这个人呐、啊，哎，啊，可是门一开，啊，怎么看到这个禅宗的禅师就跪在那个什么楼下那边，一直跪着，一直点头，哎，这个人怎么样了？哦，啊，然后他一直他从楼上走下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禅宗呢，哇，扣得更厉害啊。哎，这是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呢，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你呀、啊！哦，说点燃是你呀、啊！哦，啊，所以他那个什么护前呢，就把他扶起来，才跟他请教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哦，奇怪，你们庐山在做什么？怎么你们上去之后，天兵天将，因为他都看得到啊，天兵天将啊，一堆的人都往上一直跑上去啊。哎，他说我看到诸佛菩萨嘞，是啊，是吧？啊，是吧？所有的一些天兵天将都到了，所以我不敢坐在这里呀、啊，所以我会在怎样楼梯口，送迎他们呐、啊。哎，哦，他、啊、说然后呢，我看到一道光，哇，好像弥勒祖师，哎，他就慢慢走下来，所以我一直叩头，一直叩头啊，哎，然后可是呢，一抬头，怎么会变成你了呢？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点团师就是代替我们弥勒祖师的化身呐、啊，哎哦啊，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说，哇，你们这是什么道？怎么这么尊贵啊？怎么这么多的诸佛菩萨来护坛呢？哎，所以呢，护城也就一直在成全他，啊，然后他就问了，你们楼上到底在做什么？怎么刚刚有好像雷震的那种声音，哎，响了九声。雷震的声音，他说没有啊，我们楼上在办道还很安静，怕吵到邻居嘞。好、哦，哎，他、啊、想一想，没有啊。可是今天办了九钟，哎，点九次就对了，办了九钟，是不是点了一声就迎雷震开雾极土了呢？哎，所以只要点一下，砰！哎，我们环都听没有什么声音呢、啊。可是他有他心通啊，他砰哇，好像那个啊雷在响这么大声啊，哎，哇、哦啊，所以呢。哎，这个目前人就哦，可能是这样子了，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啊，《救苦真经》里面有讲啊，啊，震开啊，雾极土啊，哎，都真正的把它震开了，所以只要说明是一指点呢，你看看这震开之后呢，他就哎开悟了，哦啊，所以他哎那个目前人说啊，这个就求道啊，求道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他说好。我也要求了，不管了，哎，即使是我身败名裂，我也不管，反正我就是要求道了，哦，所以就马上又去求道了。结果去到楼上，那更不得了啊！为什么就一直趴着，一直跪着啊？哎，然后就一直叩首啊，哦，啊，就办完道之后，他就华喜充满，华恩流转，真的，啊、哦，然后呢，怎样就跟所有在座的人讲啊，哎，在座很多很年轻的人嘛，他已经七十几岁了。他说：“你们这些青年人啊，那些年轻人啊，都不懂事。哎，前面五大尊，那五大尊，哎，弥勒祖师、师尊、师母，还有我们正殿现在正殿家尊啊，正殿将军五大尊，把这个楼哦，已经什么顶高了哦，这个楼都没办法装下他们了。哎，还有的还在站在那里，还坐在那里，应该像我这样趴着才对。哦”
说他怎么看到看得清清楚楚啊？哦啊，所以真的很欢喜啊。啊，所以你知道，哎，他就李玉志副先生他分享这个哎这样故事给我们听啊，真的我们感受真的道真理真天命真啊。啊，所以真的有修到那种境界的人，他才懂得宝啊！真的呢，因为他在禅宗是很有地位的人，他宁愿收舍弃他这一生这些地位呢，哎，所以他也宁愿来赶快来求这至尊至贵的大道。反而呢，我们没有什么通，哎，我们什么都不通，反而求道之后呢，哎，有也好，无也好，是不是非常可惜？哎啊，所以呢，到国外啊，怎样？啊，在教化当中，在传道当中，碰到很多很多奇妙的一个什么，哎，很多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呢，很多人都感受良多啊，这个是啊非常的一个难得。所以《道德经》第六章才跟我们讲啊，啊，古神不死啊，是谓玄牝呐、啊，玄牝之门呢，是谓天地根呐、啊，明明若存，用之不勤呐、啊。啊，所以这一段呢，跟我们讲这个不二法门它的重要性。古神不死啊，跟我们讲你有一个自信佛，哎，它是不生不灭的，是不死啊，所以它叫什么玄牝，哎啊，所以玄牝它有一个门户，就是生我门出我户，这个什么哎是啊，生死之门户，它跟天地是什么同怎么样同长久的。所以刚刚那个故事少讲了一句话。哎，因为那个禅师问那个李悟智前禅悟前来跟讲说，你们刚刚在做什么？他说求道啊，求道有什么好处？通天之道。他就跟他讲，你求到道就可以通天之道了。哎，啊，他说我修禅宗就是要找这条路啊。哦啊，我也难得求到道了，很难怎样找到这个道了，所以我一定要求，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是怎样天地之根源哦。啊，所以你看它可以生化天地，而且怎样，哎，生化所有的万物，明明若存呐、啊，哎，生生不息，一直怎样生化出来，而且用之不勤呐、啊，啊，所以你看看这个是天地间一个什么会非常奥妙的一个点，啊，所以它可以放之则弭，六而卷之则退藏于密，哎，是最重要的一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德闻大道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恩的哈、哦、啊，所以孔子也在伦理跟我们讲啊，贤能出不由父，何莫由师道也啊。所以门户生我门，死我户，这个门户我们一定要找得到。所以百岁之后呢，一定要记得眼睛、耳朵、鼻子、嘴，这个是四门道，绝对不要乱闯。一定要从我们明思一点这个正阳法门当中，然后从这边真正来出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圆融。好，好，所以以后天来讲，这一爻非常的好，叫做主动的，因为怎么样，同人一门嘛，代表说你要赶快出去的啊，不要留在家里的啊，所以要真正的有那种心胸，达到一视同仁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好，所以第一爻同人卦第一爻是非常好的，哎，跟我们要真正的脚踏实地出去了，啊，找到真正的门户，啊，也真正让我们心性，哎，真正的来了悟了，啊，所以啊，我们今天有求道之后啊，这种道理呢，才可以真正的来契应哈、哦。第二爻，你家人是好的，可是你是人呢就不好，为什么？他说同人与中也是同人，哎，你。同人以中命道也呀，中就是什么宗族啊，然后种族啊，哎，就是自己的家人啊，啊、哦，命道就是这个人呢，心胸非常的狭窄啊、哦，所以真的没办法像达到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理想活出来的啊、哦，所以你看，同人之子，为了救死也，为非一姓或一系之事也。中者一姓之尊，后一系之主，非大群也。同人与中有如，受到儿女的亲情所牵缠的，不能怎么样，抱着博爱的精神发扬光大。如果同人陷于中子的话，乃是吝啬之道也，不是自在天下者所当有的一个什么胸襟了。啊，所以呢，这种人就是我们常讲的，只为自扫门前雪了，不管他人瓦上霜，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呐、啊。啊，你说他错的吗？没有错。可是，在这个
同人卦的一个理想国当中，当然是不圆满的。好啊，当然也是从人道开始做啊，是对啊。可是也不能说人道做得很圆融，可是天道都不办啊，这也不圆融啊。哎，所以我们一直在鼓吹说从人道来完成，哎，然后呢，好好的赶快学习第一啊，哎，同人云门踏出来，哎，来真正的帮忙推动大物，哎，拯救兄弟姐妹们。哦，不要等待灾难来的时候才要急救，可能都为时已晚啊。啊，所以你看，人道也要把它圆融，天道也要把它圆融，这样才是最棒的。可是第二爻它只是守到人道而已，没有办法守到一个天道，所以就变成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这样非常的可惜哈。啊，也代表说自己吃饱就好了，不会关心别人的。哎，看到了什么四川的大灾难也不痛不痒，哎，看到人的一个什么啊苦病也不会怎么有所感觉。这样好像麻木不仁了嘛，好啊，所以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我们都是同胞啊，哎，为什么即使我们没办法到当地去救援他们，可是我们想想办法嘛，诵诵经嘛，对不对？除做一些啊什么，哎，救苦真经嘛，然后来好好的回向这些兄弟姐妹们，哎，也让他们真正的来怎样啊，来超生了，哎，来离苦得乐嘛。啊，所以尽一点点我们微薄之力，一者为少，众者为多，所以呢积起来的一个力量就非常广大的啊，所以呢这一爻就非常怎样，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爻。所以呢大同哎怎样，我们孔子的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是要达到这句话，不独亲其亲呢，不独子其子呢，食劳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哎，光寡孤独会稽者皆有所养呢，这个才是一种大同世界的一个理想。哎，就好像说我们照顾我们自己小孩子，对，哎，爱护他亲爱他，这个对。可是如果我们还可以把照顾我们小孩子这种的爱心来发扬光大，化小爱为大爱的话，哇，你不是圣人那又是什么？我们孝敬父母亲的心，对，可是这是怎样，好把它发扬光大，用这样的孝敬的心来孝，怎样孝顺天底下的父母亲啊，这样你的哎德性就越来越严重的啊。所以我们抱负希望使天下的老者呢通通有一个什么最好的一个什么哎归宿的，哎啊，真正哎青少年的一个什么壮年之人呢，每个人哎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这样是最圆融的。然后又有呢，每个人都有可以呢受到最好的一个什么关照啊，不要落于街头的一个孤儿啊。所以大同世界之境就是靠每个人一起来推动，绝对不是靠了一个孔老夫子，也不是靠着我们师尊老大人，是我们大家哎有这种理念，有这种想法，大家一起把这个啊非常好的理念把它推广出来啊。所以那天后水去到台中，哎，他那个公园里面啊，又办了一次的，一贯道总会办了一次万年读经，据说这一次已经突破一万个人了，哦，所以整个公园啊，人山人海呀、啊，家长也有啊，孩子也有啊，要停一部车啊，真的很困难，我们在那绕有两三圈了、啊，还是没办法找到车位，哎，结果就停了很远，然后又一徒步的进来，哦，啊，所以你看，看到这个真的太高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读经推得太成功了，哦，所以也慢慢步入一个什么，哎，理想国的一个境界，哎，啊，所以你看是不是要靠个人来，好、哦，啊，讲到这里，他以后天来讲，他是止静的，不能动，哎，为什么？因为他这个人呢，第二爻被事情所困住了，无法呢把小爱化作大爱，哎，所以我们把它讲过来，你看看，我们所有十八支脉的一个老前人辈。如果当时他们只顾着自己的小爱、自己的小孩、自己的一个什么爹娘的话，然后没办法来到我们啊台湾啊，今天就没有我们十八支脉的一个什么脉啊这样哎单位来运作了，哎，所以他们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舍掉第二爻，然后呢真正的同人愉悦来到我们的台湾啊，所以化小爱为大爱。哎，所以真正的把带到我们台湾之后呢，台湾的人啊根基也都相当的雄厚，
然后呢，真正把老前人辈的这样的使命继续的承往下来，啊、哦，所以把师尊老大人的道呢，继续的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这个也是上天最好的巧安排呀、啊。哦，据说我们陈大哥老前人不是啊，有一段时间也准备，哎，这种办好啊，不好办啊，然后准备要回去吗？好、哦、啊，然后好像说，哎，啊，这样密云雾布啊，突然间天气都变了。然后他就跪下地来啊，说是不是上天怎样不允许我回去啊，我的使命就在台湾啊，哎，然后呢，哎，他这样一个神愿之后呢，当下密云雾布就散开了，然后他真正的就从那时候，哎，就啊怎样跟留台湾啊，放眼天下啊，所以啊今天才有这样一个规模啊，所以你看，哎，不是人在安排啊，是老天在安排啊，你知道吗？啊，阿衰祸水跟各位讲，不知道我们以后老天会安排你，你这个人才会安排在哪个国家都不知道呢，真的呢。可是祸水有一个预感啊，祸水会被安排到大陆去啊，真的、啊。哎，所以哦，以后如果你被上天安排在大陆的话，哎，不要忘记了祸水啊，哎，互相来提携一下哈、哦，真的。哎，也是很奇怪，或者一个包就是赶快去到大陆，啊，等待时候待时而动啊，啊，真的，啊，所以以后上天安排你到哪里呢？真的要好好把它发扬光大。所以现在赶快来真正的，哎，好好来充实我们内涵，培养我们的德性，哎，啊，充实易经灵跟内涵。到时候你要用就有了，哦，不要说到时候真的，哎。哎，要善用易经的时候用不出来啊，这样就很可惜。好啊，所以这个是或者跟大家哎来分享的哈、哦、啊，所以你看，哎，不要被这个怎样小爱绑住了，所以要化小爱为大爱哈、哦。好，所以希望我们啊前人辈的这个德性，九三爻它不是好也不是坏，它就是要看事情啊。所以芙蓉云莽啊，升旗高领，三岁不兴。芙蓉以莽，离刚也呀、啊，三岁不兴，安行也呀、啊，啊，所以什么叫芙蓉以莽？也就是说，芙场兵戎呢，在什么迷茫当中？也就是说，今天你要度化众生，达到大同世界之境啊，虽然是很好的理想，可是你知道吗？第三爻阳机阳位啊，过刚了，哎，代表说你这个人哦，太厉害了啦。哎，可是哈、哦，越高傲的人啊，越容易受伤，所以他居多凶之位，居多凶之位呢，就得到很多谤言谤语了，哎，所以回谤就一直来了，所以碰到这样子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就好像说什么，当时的老前人啊，来到我们台湾的时候，是不是像这样子？哎，你说到我多好，哎，讲不好听一点，你就是外省人啊，对不对？好、哦、啊，然后呢，你到底有什么东西？而且那时候是戒严时期呢，哎，人跟人讲话都没有自由啊，哪里让你还可以聚会啊？不可能的事情啊！哦、啊，所以那时候我们道中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考验，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老前人被动这一波功夫，哎，芙蓉迷茫，哎，所以生于高岭啊，就选择一个地方，哎，比如山上的地方来休息，好好来避世。啊、哦，所以三岁不兴，对，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呢，然后呢不任意兴师动众，也就是按兵不动，哎，然后呢离刚也呀、啊，哦，因为刚柔相共，哎，夹攻于九三爻啊，为什么？第二爻柔，第四爻刚，所以这两爻在夹攻第三爻，哎，就好像说前人辈来到台湾的时候，政府也要取缔，人民也要笑他，政府代表爻嘛。哎，人民代表阴阳，所以呢，阴阳都一直在夹攻他，所以呢，他们那时候在推动大陆，我们可想而知啊，太辛苦了啊，真的太辛苦了。哎哎，人讲飞啊，你讲到机吼，啊，目屎就飞来啊，熟悉的啊，真的。所以我们没有经过那样的一个历练，我们真的没办法体会到我们前人辈他们那种的付出。好、哦，所以安行也啊，所以这样才可持之以泰来。安然自在，啊、哦、啊！所以整段的意思是说，人哎有心行化大道者，哎要创造大道之行也的人，会遭受到志不同、道不合的人来诽谤，
而且会受到很多人能言能语，而且前后加工，而遇到很多的考验，暂时怎么样要赶快芙蓉迷茫了，以退为进啊、哦、所以坚守自己的一个自觉，待时而动，实现大同之道，只要本着一颗的爱心，还有行道于天下，不畏怎么样艰险，处之泰然，安然自在，大同世界离我们就不远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要真正要用这样的什么，哎，要踏出来的时候，你理想很高超，对，哎，理想很好，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跟你一样的 啊所以往往受到太多的考验啊，考验的时候怎么办？哎，我们真的该什么样隐藏的时候，你就把它隐藏起来。所以你看他动下去是什么卦？天雷无妄啊，无妄也就是什么，有无妄之灾在等你的。如果我们还不懂得隐藏起来的时候，可能无妄之灾就怎样随时随时都叩门啊、哦、所以你看老人啊、哦、老前人被很多当时哎真的呢就被关起来了，真的就啊怎样抓到警察局去了，可是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啊。为什么？哎，也没有犯什么科啊，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啊，到最后查一查还是没辙啊，还是就把它放出来，哎，就是这样子啊。可是还是要守本分一点，所以一定要这个时候好好自己来怎样培养人才。你不要说哇现在时机不好啊，我们干脆不要办，不是这样子呢。就好像我觉得单位现在目前啊到越南去啊，所以那里也是一个气候出来的哦，那所以呢去的时候我们就因为有来请或者帮他请个卦，哎，动到临沂卦的第三爻啊，哦，谁说糟糕了，临沂卦受伤，四大难卦呢倒半不行呢，哎，阿后水跟他讲说虽然是临沂卦，可是也一定要去。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是办道，不是做生意，如果做生意的话，或者说绝对的请你不要去，可是办道一定要去，可是你一定要小心，有三年的大考验都会受伤啊，真的受伤累累啊，哦，啊，所以就跟他讲这种道理啊。道虽然不行的时候，可是你要用这个时间三年的时间好好暗中的培养那边的人才，哎，所以现在培养了好几个人，哦，啊，所以呢培养的也会讲三宝的，也会办理解越南人哦，很厉害哦，哦，都这方面都很强的哦，哦，啊，所以再怎样再带十二洞，甚至有一个人呢他自己发音要设佛塔啊，开坛的那一天呢，哦，还说怎样呢，那个公安呢到他们家做了，就是去找啊，找说你们要做什么，我们点团机去的时候好，哎，去住旅馆就没有被查到哦，啊，不然的话就又麻烦了。为什么？不会抓去怎么样啊，哦，就会怎样，可能会把我们扣留，还是可能把我们送出来啊，送出来之后就会列入黑名单，你永远就没办法进入越南，就是怕这样子而已啦。啊，现在目前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如果列入黑名单的话，你要进去那个大陆的话，就没办法进去。好啊，所以我们该芙蓉迷茫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乖一点呐，啊，哎，因为我们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遥远。好啊，可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你就是要赶快在那边安排怎么样有人才继续的暗中的来啊怎样培养更多的人才啊，待时而动之后，只要时间一到，哎，这个花端出来那不得了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这样哈啊，所以这爻也是止静的，不能动，哎，所以要按兵不动啊，所以呢在好好的虎场在兵戎当中呢，在临沂当中好好的静养。第四爻成其庸啊，福克攻吉，成其庸亦福克也啊，其吉则困而缓则也。好，什么叫成其庸？就是孤怎么样，哎，第四爻跟第三爻不太一样，第四爻代表高高在上的嘛，所以他说成其庸就是站在高处观望的，哎，如果就好像看啊，碰到了考验的时候，他不是躲起来，他就看人家站得高高的，然后再看局面，哎，该动的时候他就动，该静的时候他就不怎样，守得好好的，哦，所以这个就很高干了，啊，所以呢，不克攻也。他说不要结下的叶种子，要赶快去浊存清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怎样不该攻的时候就怎样好好的守着，好。
啊，这里咬大概的意思是说，阳刚而居阴柔之位，是心行不正之相。他见二与五相应了，就想攻打五了，而同于二，但五居其上，有攻强互为啊，他便登上了攻墙，想加紧进攻，可是回头一想，以下劫上而夺其所好，是不义之行为，于是呢闲来勒马，结果不攻了。君子只在救民，但若救民而伤众，而反遭不义，故不主张以利服人，则人必为得所患，不攻而克也。好、哦，所以呢，这一段最简哎，最容易了解的，哎，跟我们讲说，他是在高位的，哎，所以呢，他本来是要用武力来征服天下，就好像说，哎，你要达到世界大同，很简单呐、啊，我就派兵马出去啊，哎，把这些恶人通通杀死掉了，哎，不是更要好人的吗？啊，想一想，最后好像也不对呀、啊。哎，要达到世界大同是怎样？要非常一个祥和的世界呢？然后你动了兵马之后啊，动了刀兵之后，哇，怎样？人啊，怎样？人民就大乱了啦，是不是会把整个社会国家搞得更乱？所以第四爻是慌，不对。可是他为什么会急？因为他闲来的嘛。哎，他想一想，我这样做好像错误哦，好像不对哦，慌不对哦。所以他说胡克攻，哎，最后不敢攻，不敢攻，哎，所以他就赶快忏悔，哎，然后得吉，就是这样子来，好、哦、啊，所以这个第四爻是不是很像我们六祖慧能祖师？慧能祖师是不是得到什么衣钵了，然后才开始逃走？逃走是不是有一个大将军呢？慧能啊，那啊啊那样什么能啊？慧能嘛哈。哎，所以他这个大将军就一直追追追啊，结果每个人都没有办法追得到，就他追得到。哎，啊，所以呢，他追得到的时候，本来是要夺走那个衣钵嘛，啊、哦，啊，结果呢，那个六祖慧能祖师呢，就把那衣钵放在石头上面，任他取了，因为呢，保住性命要紧了嘛。啊、哦，这个大将军呢，看到的时候准备要拿，哎。很神奇的哈，有人说变道了，有人说他要拿的时候就顿悟了。为什么顿悟了？哎，因为他寻来乐嘛。他说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个衣，也不是为了钵，我是为了心法而来呀、啊。啊，我怎么起这个贪念要来抢夺这个呢？啊，我是不是变成那个大罪人了？所以他就不敢拿了。哎，所以当下急悟了，所以他才请那个六祖慧能呢出来。哎，然后说我不是要来杀你的，也不是要来抢夺这个衣钵的，我是要来请法的、哦、啊，所以六祖呢才跟他讲，不是三不是二，那才是你本来的真面目啊。哦，所以大将军听到这里呢恍然大悟，就跪拜啊，跪倒在地，哎，然后拜就非常恭敬的离开了。哎，所以第四爻就像这样子啊、哦、好，这爻呢也是主境。哎，所以叫我们呢，处在第四爻的时候，你绝对不能用所有一些很奇怪的方法来达到大同人的一个境界，因为大同世界是和谐的世界。如果你再动刀兵，再动什么军队的话，用一些武力来怎样降服人心的话，那个都是错误的。唯有以德服人才是最好的，所以他说不要再造所有的业种子了啊，所以叫做福克为啊。好，请各位再来看第五爻，同人先号桃而后笑，大师客相遇，相曰大人之先，同人之先以中止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呀、啊。好、哦，所以呢，这个我们以前呢啊论过了哈，号就是哭的意思啦，哎，哭得很大声。大师客呢就是当时的武王，哎，所以呢他那时候呢。怎样召集了八百诸侯要来怎样军法臣啊，臣法军，所以他要去法纣王啊，所以大师客代表当时的八百诸侯。中直代表中正的意思，言相克也就借了战胜攻取之力，岂不是自然同化啊？啊，所以呢他说九五居中与正，就好像彖辞说的柔得位得中而应乎浅，曰同人，行事刚直，立直以排难，又于六爻阴爻相应，
此所谓不同而同，乃其成同者也。成同而为什么三世所隔，所以能先忧而后乐，能乎号陶而用大师相可哉。啊，所以呢，什么叫做中？中就是故于二相弃而不移其机。什么叫做直？故号陶用师而不以为以为为。啊，所以呢，这个人呢，正孩子说啊，他说大师之客哎，非客三世也，客无心之三世也呀、啊。啊，所以呢，他说不是这个客呢，不是客第三鸟第四呀，而是客我们自己心中的三心四相。所以我们要少三心四相，就是这样啊。所以他说失意一起于中啊，君子隔久呢，怎么样？哦，昏矣呀，甚矣呀，克己之难也，非用大师其将能乎啊。啊、哦，所以第五爻就是真正的要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好、哦，所以呢，一定要先苦后乐。为什么？第五爻就好像在形容我们所有前辈者一样，来到各地方开荒，真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呐、啊。啊、哦，所以你看看我们陈大夫老前人啊，他也讲过，刚来的时候要办，真的又花钱，哎，又花时间，花的很多很多各方面的一个人力、物力、财力，哦啊，所以你看，而且又办不顺，可是时机一到的时候啊，哇，整个哎到大道场就一直办起来了，啊、哦，所以刚你要达到世界大同，刚开始都非常辛苦的，所以叫做什么？先耗套。哎，先苦了，哎，先经过那种苦难的日子啊，哎，啊，苦难的日子过久了呢，上天一直会助着您，好、啊，所以只要熬过，哎，后面的道就越来越增长了，啊，所以叫做先耗陶，哎，好啊，然后慢慢以后呢，真正达到一个某种的境界，啊，啊，所以先耗陶而后下，哎，你看看，很多的前辈者都是这样一路走过来的。啊、哦，像我们的何老前人也是一样呢。那时候来到台湾的时候，举目亲呢、啊，哦，啊，所以你看看也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他真正要来行化天下太苦了。所以我们到泰国哦，去那个什么啊，去开那个仙火班，哎，世尊老大的灵堂的时候，也是非常赞叹，哎，那个何老前人，他第一首诗叫什么？何公贯苍空啊。和公啊，就是赞叹我们的何老前人，他的一个德性就是那么高，哎啊，因为我们以前都不太了解，啊，老前人他们的一个什么史迹，啊，然后这一次下来，哇，才慢慢了解何老前人真的太不简单了，而不是我们老前人不简单，其实没支脉的老前人真的都非常的不简单，他们都是这样经历的，哎，怎样，所有的考验，所有的什么。啊，风风雨雨，然后真正行化天下一代，像我们师母老大人的一样，那时候从中国大陆呢来到我们台湾，你看他为我们的顶责，有没有？哦啊，所以呢考验太多了，所以他说宁愿他用他的一个什么寿命来顶我们台湾人的一个什么哎罪过错，所以他宁愿意自己的把自己关起来，哎，所以你看先耗讨啊。可是他看到后来，哇，整个大道场都办出来了，而后笑啊！哎，他为什么而笑？因为他看到天下苍生，哎，怎样认同到了？他看到大同世界已经慢慢形成一个小同了，所以他哎看到这样的景象，他而后笑啊！哈、哦，好，啊，他说这个要大师课哦，一定要大师级的才有办法，好、哦，没有大师级呢，就没办法真正有这样一个。火祸的啊啊！所以师母老大人跟我讲，哎，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真正的行化天下这一条路，要时常的忏悔，所以不要自己的我见、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来做评论，所以时常的哎怎样回光返照。所以他说，你认为对的未必是对，你认为错的未必是错，时时忏悔吧，真的是这样子呢。哎，所以呢，我们有功的，哎，把他怎样推给我们的师尊老大的，还是推给我们的什么？哎，我们的啊老母，有过的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就是身为我们人才最基本的一个什么认知的，
啊，好啊，这位呢，真的啊，不要说我什么事情都是我对，哎，很难讲啊。师尊老大、师母老大人都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人都用人心在办道，所以呢，都常有对跟错的对待。啊，我们如果有偏心的话，其实都没有这个的一个什么矛盾点啊，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好，这个这一爻非常好，他说先静而后动，寻找有心人，赶快来为大道怎样世界和大家一起努力。好，所以先静而后动，以天数来讲25天之后，以月来讲10个月之后，以年来讲5年之后。好，所以我们在看卦就是这样论断。所以你看他有多少动下去，就是离卦了。离卦代表叫我们赶快大人与济民造于四方，哎，所以要赶快套出去了，哎，要先号跑而后下了。你不要说怕困难就不去做，怕有为难就不去了愿，这样不行的。好，所以呢要先苦而后乐了。好，好，我们再来最后看同人与交无悔，相曰同人与交智慧德也。交就是交外，哎，他跟第一爻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爻就有一个理想准备要开始而已，第六爻已经完成了，哎，同样是也，同样是交，交外嘛，哈，交也，啊，所以呢境界是不一样的。交是交外的，道是云游逍遥自在，看开一切的。哦，所以这个人已经达到这种意境了，啊，所以他可以达到一个逍遥游。未得，哎，因为上九跟九三都是阳爻，所以他们没有相应，所以不相应自未得也，就是这样子闻此而来啊。所以整句话的解析说，上九为外卦之上，交也处同人之时，最在于外，与九三爻呢不相应，则不获同志也。又九五居中得位，天下之可同者，均以为九五所同，那还有与上九相应的。所以不过他住身局外，未如九三和九四之以干戈争痛，虽然无所利呀，而掩于内争，故虽无悔令，亦未得其志也。啊啊，所以最后一爻也就是叫我们，哎，你一定要推广大道之行，也这个理想国已经圆满了，哎，就好像我们啊，你看前人老啊，哎，你看他最后也是要怎样，趁愿再来呀，是不是？哎，以后再见啊，哦，所以我们要赶快度啊，看是不是我们前人老啊，他再度轰尘，再来转世啊，哦，啊，如果可以度到的话，真的功德无量啊。哦啊，所以呢，很多前辈者都是趁愿再来的，包括我们各位前贤大德，你都是趁愿再来的。我们可能好几次以前就在帮孔子，哎，要推广这个世界大道之境，然后还没有完整继续再来，还没有完整继续再来，哎，都是这样子的了。啊，所以孔子说有泪果，哎，随即他的妄言放下，即是佛了。所以你看，孔子当时要是周游泪果的时候，老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哦，那个片子我们看过吗？哎，孔子也无法答，为什么不知道呢？没办法答出来呢？不是我想回来就回来呢？哎，不是我们坐飞机说哦，明天我要回去哈，哦，没有那么容易呢，因为以前都是坐那个马车啊，哦，一路上出去的话哈，哦，可能都要好几天、好几个月啊，哦啊，所以呢，孔子就是这样，哎，放下了一切的因缘。哎，放下了一切的什么啊亲情，然后化小爱为大爱，去周游列国，游受诸佛，所以今天来成就哎无上大道哈，哦。所以你看看，随即孔子就是什么呀，同人与交了，哎，所以《道德经》才跟我们讲啊，因为什么这一段话会在这里出现？因为这一段已经达到一个什么成就了，已经成有点成就了，哎，有一点成就出来了。啊，所以呢，成就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更小心。所以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啊，哎，所以你看圣人在做事情，他是无为的，哎，无为就是无所不为，无为就是不是不要做，是什么什么事情都做，可是他不会执着任何的一个功德，这个就是圣人的处事。所以呢，他行什么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啊。
所以他用什么来教化天下人民的？用他的一个什么行为行仪，哎，所以行不言之教啊。所以以前不是有一个禅宗的故事吗？那个徒弟就跟师父说：“师父啊，我跟你三年了啦，我来这里什么都没有学习到。”哎，师父就跟：“哎，没有学习到吗？我不是每天都在跟你讲道吗？”他说：“哪里有啊？”哎，他说：“怎么没有？我该吃饭的时候就吃饭，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去做什么，这个就是道的显化。”哎，这个徒弟说：“啊，这个就是道吗？”圣人就是这样行不言之教的，他不用讲话，他做得非常的一个彻底的啊，所以中规中矩的，万物作焉而不辞啊，啊，所以万物的一个生发，哎，就好像说我们要效法他的德性，哎，不辞就什么不会推辞的，啊，前辈者教我们做什么，哎，我们不明理的时候，往往都啊，点了自卑。啊，哦，我很忙啊，点了自卑，我不会啊，点了自卑，你找别人呐，啊。哎，把功德都追给别人了，哇，你太伟大了啦，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万物作焉而不辞，不要怎样？哎，把好，哎，把这一些等于是什么呢？啊，我们点燃师前辈者吩咐的一些责任使命呢，把它推迟掉，要好好把它承担起来，因把它承担起来，最重要成就是我们自己。哎，所以呢，不经一番寒彻骨啊，怎得梅花扑鼻香？哦，所以呢，真的要这样子哈，而生而不由啊，为而不死，功成而弗居啊。哎，所以跟我们讲说，哎，真正的我们有点小成就的时候，哎，我们有这里一些佛塔的时候，我度了一些人的时候，要功成而不居。哎，不要说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我度的，这个是我设的，开光是我去办的，哎，我已经做了多少了，这个话尽量不要讲啊，因为上天都帮你记得清清楚楚，何必再讲呢？哎，啊，所以不要怎样，功成而无居啊，所以功成的时候就不要生啊，哎，有所居士也不要有所执着的，不为无居士不去啊，哎，你越不会去居这个执着这个功德，这个才是真功德，你说度人没有功德，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哎，道理就是很妙哈，哦。啊，你说度人不是有三位功德，上天助我们七分吗？哎，你讲出来可能是真正的是这样子而已，可是你已经达到那种境界，你不会积功了，那个才是真正的大功德啊！啊，所以《道德经》里面的内容真的很妙啊！啊，所以呢，我们借用它来跟大家分享。好，啊，我们来看。大同世界的一个什么，哎，三个层次，最重要就是我心成大同，你的心一定要达到大同世界的一个境界啊，好，慢慢推广人人的心成大同，哎，再慢慢推广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啊，所以要从小同，然后小同就是家庭来什么两人同心嘛，然后慢慢推广到中同，哎，中间的一个同，然后才可以达到一个世界的大同嘛，中间的同就好像我们道场的一个什么核心，就好像我们道场的一个什么团结，哎，慢慢才有办法整个一个大道场的一个什么世界大同的理想国嘛，哦，所以你看看，想到得到世界大同，要从小中慢慢达到大，没要达到大，没有中没有小，不会成功的，哦，啊，所以这个以第六爻跟我们讲。说代表愿未了，哎，成愿再来办，啊，所以叫做同人与交，啊，所以这个，哎，易经它的哲理就是在这里哈，好像都是没完没了的，真的就是这样子，哎，啊，功果圆满的回去再来办，哎，啊，所以这个就是它达到逍遥的啊一个方便法门，好，各位请来看我们的总论。济公活佛跟我们告诫的说，只要有水洗，人生就会很充实；只要肯用心的话，生活就会很美满；只要肯奋斗的话，生命就会放光彩；只要肯付出的话，哎，心灵就会很喜悦；只要肯包容，一切就会很和谐；只要心存感恩，就会无怨无悔；只要心存大爱，就会无私无我。所以要达到世界大同，就是达到无私无我，这样子可以达到大同的哈。好，那，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佛性本体同啊，我们已经唱过啊，哦，不要紧，我们再来唱一次哈。
因为这个跟同人卦就是不谋而合的一首歌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赶快大放诸大度化众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把天下苍生看作是兄弟姐妹，所以你看看到兄弟姐妹非常这个什么哎，身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生花悲怨要拉他一把，就是这么自然哎，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功德相，也就这样子而来，所以我们要达到无私无为，这样才可以达到
大同世界之境啊，所以今天的同仁观就跟各位浅显的分享到这里。很多不足的，万请我们祖师赦罪容宽，也请我们各位点燃师以及各位前贤大人多多包涵，毕竟或者还在学习当中哈。最后恭祝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大悟宏展，感谢慈悲，谢谢。